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重要，来，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。刚才老师说的挺多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听进去。既然咱俩已经感情不在了，那就分开吧。我觉得咱俩一直都挺好的，之间也没发生什么过大事儿。我希望真的能够懂我，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。但有什么问题，咱俩不能一起克服吗？刚才听了老师的话，我也知道是我不对，我知道是可能我的一些观念上的问题，我以后会改的。放弃吧，回不去了，什么都回不去了。我就是希望你别离开我，其他什么都可以。希望以后能找一个适合你的人，我也会找一个适合我的人。哎呀呀呀呀，其实看着挺心酸的啊，两个特别可爱的孩子。来，同学握个手说再见，去吧。回去吧，回吧。就这种事看着最难受，来，请关门。很单纯的一个女生，不会去爱。一个不成熟的男人又无法欣赏这一切，但是我想这种难受大概是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必然的过程。我觉得至少男生是成长了，女生到底有没有成长，我们要看看他们最后的选择是怎样。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你为什么回来啊？我发现他真心的想要改过，我希望今天能留住他。